我跟李总这儿谈生意呢，你一遍一遍打电话干啥玩意儿啊？说说，你说说说，我怀孕了。哦。我说我怀孕了，他还把电话给我挂了。王小倩，你出的这是啥主意啊？啊，你说我这直不愣腾杵，说我怀孕了，人能信吗？应该能信吧？那咋把我电话挂了？那就是没信呗。我踢死你！王小倩，你说我就过个生日，想去趟马尔代夫，你怎么还让我怀孕了呢？不是我让你怀的孕，是你的体型一直像怀孕，所以我才出了一个你怀孕的主意。钱顺风，你个小土豆子啊，我这辈子我得让你干件后悔的事儿，我现在就把这孩子打了。哎，二姑二姑，你打孩子干啥呀？孩子是无辜的，有啥话好好说呗。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呀？今天我必须把孩子打了。不能。二姑，你那孩子搁哪呢？你怀那孩子不是我给你出的一个主意吗？你打那个主意有啥用呢？好尴尬呀！我差点让你二姑父给我气怀孕了。二姑，照这种情况看，我估计你去马尔代夫是够呛了。要实在不行，你去马路湾溜达溜达呗。你给我滚一边子去！嗯，我告诉你，去马尔代夫那只是一条导火索，知道吗？我主要的目的是要考验考验你二姑父。嗯，你知道吗？刚追我的那前儿，天天小宝贝儿小宝贝儿，现在两天都不跟我说一个字儿。所以咱才出了这个主意，来考验考验他吗？你看啊，如果他在乎你的话，明天就能带你去马尔代夫；如果他要是不在乎你的话，你出钱我陪你去马尔代夫。我去什么马尔代夫啊？就他对我这态度，明天我就换夫。对。街坊邻居们，你们都听说了吧？我要当爸爸了！耶耶耶！回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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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了！回来了，有有有有有！王倩，你干啥呢？庆祝呢？庆祝啥呀？庆祝你回来呀！你二姑现在什么身体状况？你不知道啊？怀孕了？怀孕了？你还闹？我告诉你，王小倩，你要把我儿子给我闹丢了，你就是我儿子。上一边去，媳妇儿。老公，哎呀呀呀呀！老公，媳妇儿，你挺好的吧？那一切正常。我的媳妇儿啊，你这时候咋能还高跟鞋呢？啊，你怀孕了，穿高跟鞋影响我儿子的发育。哦，王倩，啊，我那包里有双旅游鞋，孕妇必备。啊啊，那给你姑姑换上。好好好好。哎呀，这怎么还能穿呢？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成功啊！小朋友，送你双高跟鞋。哎呀，什么限量版不限量版呀、啊？媳妇儿，没事儿，等孩子满月了，我送你高跷。那老公，你知道明天什么日子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明天是我媳妇儿的生日。你二姑父没空，那有惊喜吗？当然有惊喜了，早就定好了，明天咱们两口子马尔代夫。明天去马尔代夫，马尔代夫，耶耶耶耶！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，我去！哎，你啥呢？啊，你二姑现在什么身体状况你不知道吗？怀孕了？怀孕了？你这是干啥呀？庆祝呢？庆祝啥呀？明天去马尔代夫吗？去个屁！你二姑现在都怀孕了，所以说我把去马尔代夫的票给退了。二姑，高兴的，别想那东西，我不得劲。二姑父，怎么了？我问一下子啊，
这票能说退就退吗？怎么可能说退就退呢？扣20%的违约金。多少钱呢？不就是2000多块钱吗？2000多块钱跟我儿子比不算事儿。我的妈！王小倩，一双限量版高跟鞋啊，2000块钱，干你漂亮！这充分证明你二姑姑心里还是有我的。那成功了，成功了。那个老公，我今儿打个电话啊，然后呢向我们老总汇报一下我的计划。你要干什么玩意儿？打电话，汇报一下。打什么电话？你现在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打电话辐射多大呀，影响胎儿正常发育。给你老总打电话是不？嗯，我替你打。哎，你二姑父太帅了。喂，陈总啊，我是二美丽老公，我叫钱顺风啊。是这样，我替他汇报一下他的工作啊。替我汇报工作？哎，算了，不汇报了，不干了。啥都不让我干。什么？哎，你听不懂啊，就是辞职了。辞职了。二姑啊，恭喜你，咱俩一样了，都没工作了。钱顺风，哎呀，你怎么把我工作了？哎呀媳妇儿，跟咱儿子比工作不算事儿。钱总，哎呀，放心吧，钱总，好好保胎啊。老秦，哎呀，快，哎呀，老秦，李总，哎呀，我亲爱的李总啊，恭喜啊！你怎么来了呢？你这是老来得子，必有后福啊，你啊！我这是怎么一个没啥送的，2台婴儿车。不是，这么好的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看看啊，你现在有儿子，你乐懵了？怎么了？那嫂子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俩不，这要签合同吗？那合同没签。哎呦，我咋懵了？媳妇儿啊，刚才你老给我打电话，我跟李总这正谈生意，马上要签合同了，这都。不是送就送吧，2辆车干啥玩意儿？用不了。那家伙，万一嫂子给你生的是双胞胎呢？哎呀，媳妇儿，加油！我相信你。哎呀，太好了啊！你把这定金收着。这什么定金呢？咱俩工程那定金吧。哦，行，这着什么急呀？哎，老公，哎，那车咱别要啊。别，车得要。这个拿走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借你吉言，双胞胎这次工程白送。哎呀，大喜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肯定能生双胞胎。这，来，哎呀，没事啊，哎呀，这得双胞胎。那个，来，没问题，多大点事，来。哎呀，妥了，大喜啊！哎呀，双胞胎啊！哎呀，哥们儿，够意思。那合同多少钱呢？14.5万。全白送啊！这有什么呀？万一是双胞胎呢？双胞胎跟这比起来不算事儿。王小倩，哎呀，一双限量版高跟鞋2000块钱，14.5万，我掐。你二姑父现在当真了，你赶紧跟我说清楚点，去。我不敢去。去。二姑父，哎，小倩，二姑父，你过来一下子。你说，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。你说，说完千万别急眼啊。我今天多高兴啊！你快说，一定要挺住了。挺得住，说。万一我二姑怀的是三胞胎，是不是少辆车？我不敢说，我说要怕二姑踢死我。你不怕我踢死你是不？想尽一切办法，一定给我说清楚，要不就你也死。二姑父，我要是那啥，你看啊。我二姑这次怀孕，我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怎么说话呢你？我天天盼的。你看啊，你家房子是挺大啊，但人口多呀，又来仨孩子，是不是有点挤得慌？对，有点挤。
王小倩啊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，咱俩想一块儿了。按照这个时间，应该快到了。啥玩意儿快到了？钱总，到了。怎么干？按图纸干。哥，注意安全，保证质量。干起来！注意安全，干起来！干起来！保证质量，注意安全啊！干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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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该隔的隔啊！干啥？哎、该隔的该拆的拆啊！不是，干啥呢？怎么？哎呀，万一是仨孩子怎么办呢？住不下呀！我要把咱们客厅全都隔开，改成不同的儿童乐园。哎呀！干起来，干起来！哎，很好。停！看这像玩儿。停！停！钱总，听你的，听他的。干！哎、干！注意安全啊！停！你要再干的话，我就把这仨孩子都给你打了。来来，停！撤！工钱呢？照付。撤！注意安全，保证质量。保台要注意安全，看星星。保证质量，抓紧时间啊！明天咱们再干啊！哎，二姑父，太好了。这有多钱呢？啊，十万呢？我预算是十万，你刚才提醒得很好，万一是仨孩子呢？啊，那就乘以三，30万呗。哎呀，跟三胞胎比起来，这都不叫事儿。哼，马小倩，我捏死你！哎呀，来吧，我怀的不是孩子，我怀的是孽呀。你给我等着。哎呀，老公啊！哎，媳妇儿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呗。你说，千万别急眼。哎呀，我今天这么高兴，我急什么眼呢？其实吧，我没怀仨。你以为你老公智商这么低呢？你怎么可能一下子怀仨呀？对呀，一个就够了。你要是一个。都没有呢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为我儿子花了几十万了，怎么可能一个都没有呢？二姑父，嗯，确实一个都没有。我二姑怀那孩子，是我给她出的一个主意。天哪！哎，老公，老公，二姑父，哎呀，二姑父。媳妇儿啊，哎，你说你怎么这么愿意考验我呀？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你考验我多少回了？我是想要个孩子，那是因为有了你我才想要孩子。要是咱俩没有条件要孩子，或者是你自己不想要孩子，我无所谓，因为有了你我就够了。二姑，你今天做的确实有点过分。二姑父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太感人了，尤其最后一句，有你就够了。小倩啊，你理解错了啊，我是说有了他我就够够的了。哎，老公，你干啥呢呀？我得走。你别走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必须走，京都大酒店我还订了29桌席呢，我得退了去啊。我的天哪！